对了，你等下去厨房弄点盐水洗洗伤口，记住了，盐别放太多，水也不用烧开，温水就好，不然浓度太高，伤口不容易愈合。姑娘，你还懂这个啊？那当然了，淞沪会战的时候，我参加过救护队，带着白袖箍，有红十字的那种。你还上过前线？本来当时我们要去上海的，可是没想到，鬼子来得太快，一下子打到家门口，再加上我娘她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我叫于显阳。原来是于大哥。我姓钱，叫钱曼媛。钱姑娘，那我先走了，你在家好好养伤，千万别乱跑。叔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都穿得这么精神啊？当然，今天有贵客的，要看到咱们刀会的体面。贵客？哪里来的贵客啊？小姑娘家家的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不说算，我去问师傅。最好别进去，他正在摔盆子抓碗呢，不要出美多。咦，润官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嘘，安妮啊。哦，是我师父。我今朝要去办一点重要事情，你就自己一个人练功吧。是师父。等一下，我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回去告诉你爹，我没有他这个兄弟。等一下，我爹他滚。哎呀，走吧。你究竟怎么得罪我师父了？还不是因为我爹。这两天日本人找上门来，说要来个什么司令，明天到苏州，让我爹带着一群人到车站迎接。你也晓得，我爹他虽然是会长，可手底下那些人谁听他的呀？能，还不是大先生说了算。鬼子来我们这里杀人放火，我们还得笑脸迎接他，做梦去吧。阿元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房子是我们自己的，凭什么要低头啊？阿元说得好。老娘舅，这是我的外甥女，在这里跟大先生学说书。先生好。阿元啊，你爹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好多了吧？好什么呀，整天就知道喝酒。哎呀，这可不行啊，他是靠手干活的，这样喝下去的话，这手不稳呐。可不是嘛，你得帮我好好劝劝他。行，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啊，我跟你回去好好说说他。曾先生请。好，请。哎，老娘舅，我还有话没讲完呢。娘舅有要紧的事情，忙完了以后啊，有什么话等一下再讲啊。哎，我这也是要紧的事情啊。大哥，客人到。大哥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曾先生。见过大先生。曾先生，曾先生，请。大先生，请手坐堂。请请。
大先生名震姑苏，在下少来拜望，今日呢特来给您请安。杜先生，我知道大先生和杜先生啊交情颇深，所以特意取到上海，请杜先生手书一封代为引荐，还望大先生您能高抬龙袖，鼎力相助。好说好说，有杜先生的情面，有郭掌柜的人面，我一定全力帮曾先生把这个场面做起来。大先生，您义薄云天，我代毕东先行谢过。阿四啊，哎，上茶上茶。好嘞。阿元，你怎么了？我想请教，曾先生此番前来，想做哪门子生意呀？你们都下去吧。不瞒大先生，兄弟此次前来苏州，是为了要除掉一个人。家门不幸，出了一个吃里扒外的内鬼，想和日本人在南京新开一个码头。如果他和日本人把这件事情做成的话，那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将会成为第二个满洲，在座的各位也将会备受日本人的奴役。这次的行动有一个专门的代号，叫寒山令，是为做亲自下达的必杀令。阿元，我得讲了，这两天请爹掐老舅，说一下我们俩的婚事。婚事？啊，鬼子都占了苏州了，你爹还有这个心思？鬼子占了苏州了，我们俩就不能成亲了吗？再说了，你娘也不在了，你和你爹过得也不容易，不如我们俩早点把这个事情给办了，以后相顾有个照应。我爹靠手艺吃饭，用不着别人照应。还有，回去告诉你爹，别再想这些事情了，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抱鬼子的大腿吧。你，阿元，我晓得你和大先生都恨日本人，也看不惯我爹的做派，可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，你不要把我们俩混为一谈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我今天不想听你讲这些，等下我还找老娘舅有事情呢。阿元，阿元，你听我好好跟你讲好不好？吴润官，我不想听你讲这些了，你走吧。根据可靠的情报，这个汉奸呢和日本人要在苏州举行秘密的会谈。这次我之所以匆匆地赶过来，是因为日军的司令官松井明天就到，所以大先生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给松井接战。去给松井接战？大先生，事关机密，恕在下不便多言，还望大先生您能够海涵。无妨无妨，曾先生，松井来苏州，这火车站势必戒备森严，恐怕我们很难混进去啊。这一层我也清楚，但是事关紧要，大先生别无选择。曾先生，我有一个老兄弟叫吴炳荣，他挂着苏州商会会长的头衔，他怕是受日本人的胁迫，今天
就让我组织一帮商人到车站去迎接这个日本司令官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松井。他自己不敢来，他让他的儿子来。这是一件好事啊，这是个好机会啊。是啊是啊，但是我把他骂回去了。大哥，这次是事关重大，恐怕得委屈你把这件事情给应承下来。但是我已经……大先生，事关国家，还是委屈您了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答应下来。过去，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有没有见过这么胖的啊？没有，没有啊。行行行，走走走走。哎，黑皮，我给你擦个汗。黑皮，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快！哎，呀，过来，罗泽亮，走吧。卖馄饨怎么卖到这里来了？哎，小生意，走街串巷嘛，到哪里摆不是摆啊？哎，前面又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老一套，大搜查。啊？大搜查？嗯，昨晚不是刚搜查过吗？怎么又搜查一次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哎，笑死了！滚，不要在这里摆摊了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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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啊，热死你！啊啊！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别乱动。这是我老娘舅给的，他说那个叫手榴弹，下边有根绳子，万一有鬼子欺负我，我就把绳子一拉。先生，你们先坐，我去看看。老娘舅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阿远？你慢慢说。阿远，阿远，不好了，鬼子又去你家那边大搜捕了。糟了，这下糟了。阿远，别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家里还藏着个大活人呢。大活人？谁啊？我想他就是那个一枝梅。一枝梅。一枝梅。我先回去看看。Thank you.
二元，你没事吧？不说了，快走。走走走走。队长阁下，我们不熟悉附近的路况，那个凶手他又逃走了。什么？混蛋！你这个废物！是。兄弟，麻烦问一下，这个钱曼媛钱姑娘在不在里面？你找她有什么事啊？麻烦你帮我叫她一下行吗？我看你眼生得很，你是做什么的？你就跟她说，有个远房亲戚找她。远房亲戚？嗯。好吧，等着啊。于大哥，阿远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啊。对不住，你家让我给毁了。这不怪你，这件事情要算到鬼子头上，你人没事就好了。按说我得陪你，可我这浑身上下就剩这杆枪还值点钱，但是我得用它打鬼子，所以我就……讲些什么呀？现在鬼子正到处抓你，你还是赶紧躲起来吧。钱姑娘，大恩不言谢。阿远，钱姑娘，我先走了，保重。保重。阿远，阿远，你家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没什么，你不用担心，有大先生呢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跟你爹去我家躲一躲。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你爹抱鬼子大腿做事情，早晚会遭人骂的。我不会去你们家。阿月，姐夫，小鬼子正四处找你们呢，这照相馆是绝对不能回去了。你姐就留下这么点产业，到头来还是给败光了。你呀，要是不把那个祸害给领到家里来，我们能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爹，你怎么说人家是祸害呢？他是一只煤，专杀小鬼子的。杀杀杀，你也不能领到家里来杀呀。这倒好，把家都给杀没了。哎，钱兄钱兄，你先消消气。现在啊，当务之急是把你们父女俩找个地方安身下来。我这边呢有几间空房间，要不你们先住下来，等到这个事情过去了，我们再想想办法啊。不必麻烦大先生了，我在寒山寺那边还有一间作坊，虽然破旧，但是收拾收拾还能够住人。寒山寺那么远啊，每天听着和尚念经，闷都闷死了。阿元，我现在是管不了你了，你自己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吧。
爹，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老娘舅，你看我爹。阿元呐，这段时间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，你爹的心情自然不好，我们要顺着他一些，你说是吧？依我看呢，你不如啊，也跟你爹去寒山寺住一段时间，等这阵风过去以后，我再想办法把你们接回来，你看行吗？嗯。那还不赶快去追你爹？大先生，你这个姐姐去了之后，你姐夫就像变了个人，这心伤透了，人是会变的。是啊。哎，大先生，给曾楚南安排的房间安排好了吧？安排好了，走吧。哎，请。哎，曾先生，请。这里好，这里闹中取静。闹中取静，那是从前的事了。是啊，想当初这外面的街道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自从小鬼子来了，人影都没了。哎，搞得像死城一样。日本人那把火呀，足足烧了三天三夜，可怜千古长文烧成了灰烬。吃吧。小兄弟，这位大哥，这碗馄饨好不啦？哦，不是，我想问问你，你知道那帮人是干什么的吗？你们商会的人怎么还不来啊？哦，就快到了。哎，嗨，那帮没暖气的。说一早去什么火车站去接什么日本司令官，哼！大哥，这天气这么冷，吃碗馄饨吧。哎，五个子一碗，八个子两碗，十二个子三碗，送个卤蛋，怎么样？煮一碗吧，水都开了。哎，算了，哎，就这么多吧，够了，够了。小兄弟，哎，广兴照相馆你熟吗？熟啊，阿元家嘛。听说他们家出事了。哎，前两天啊被鬼子封了。
讲他窝藏罪犯。那他人没事吧？哎，我也不晓得，这两三天都没看到他了。哎，你怎么认得阿元的？我在他们家照过相。啊？照过相？哎，我看你这样子不像是照过相的呀。大哥，你是一只眉吧？你说什么？一只眉啊，专杀鬼子的一只眉啊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我都煮好了没有？孙燕子，事情有些变故。怎么了？我老大本来讲好一同去车站的，可现在他反悔了。反悔啊？嗯。老大，曾先生来了。谁来都不管用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我不去。老大，不至于吧？不就是去露个脸吗？想让老子当汉奸，门都没有。汉奸是什么东西啊？那就是秦桧。秦桧死了多少年了？都快1000年了，我们苏州人还不肯放过他，还要放在油锅里炸炸。老大，你都答应人家了。是，老子是答应了。所以我后悔了，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。我看你这个样子有八分像这竹筒。这下八分便十足了，我给你多加馄饨。嚷嚷什么呢？啊哟，郭掌柜，你来正好，赶快劝劝我大哥吧。大哥又耍小孩子脾气了。我这次去火车站是为了和我们的情报员接头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，绝对耽误不得。稍晚勿躁，我去跟他谈谈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今早不舒服。改日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身体不舒服，看医生了吗？你看，我本来呢是想跟你商量这枪的事，你既然身体不舒服，那你就歇着啊，我们改日再说。不要走。你讲什么？啊？事情有眉目了？啊，不，枪的事还是改日再说。你先歇着啊！你走。哎，请讲。大哥，不瞒你说，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求爷爷告奶奶，总算是搭上了德国的这条线。人家松口可以在上海面谈。好啊，上海我熟悉人多了，没问题。那可不一定啊，这帮德国佬啊，那个个鼻孔朝上，熬得很累。我怕到时候啊，你老人家受不了这个委屈，再把这个生意给谈砸了。哎，你多虑了，老爹。这是什么事情啊？抗日救国大事，我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？算不了什么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哼。那曾楚南人家干的也是抗日救国的大事啊，那你怎么一点委屈都受不了啊？这个行了，大哥，我跟你说吧，我每次来你这里，我在门口都会抬头望一眼你亲手写下的那副对联：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这是什么气概？这不是凡人的气概啊！大哥，现在是国难当头啊，在这个要紧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就不能学一学古人，忍一时之耻，以图光复之日呢？阿弟啊，你不要讲了，我心里都有数了。
那匹枪，我要。大哥，总共就不到20把枪，我都给了你了，那我那武工队怎么办？顶多，阿四啊，人呢？大哥，还等什么呀？走！佩服，佩服！哎，干什么去啊？别忘了，你欠我10把毛瑟。毛瑟？我们也把它叫做快慢机，别装傻。小事一桩。哎，请，哎，请。我知道了，我带你去啊！你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。你是不是一枝梅啊？哎，你是不是一枝梅啊？管好自己的嘴，别给自己添麻烦。哎，上大路往右拐，一直走啊！都变军，你就在这里跟我一起迎接司令官吧。是。野田军，你负责警戒。是。慢，算。科长阁下，我很久没见过司令官了。是吗？不过，都边军，你曾亲身跟随司令官攻占南京，比我幸运得多。能跟随司令官阁下为帝国征战，是我无限荣耀。哟西。曾经身为司令官的学生，我也感到无比荣耀。科长阁下，这位就是苏州商会会长吴秉荣。太君，吴会长，辛苦你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万鹤轩万老板。哦，万鹤轩万老板，苏州刀会的老大，久仰久仰，不敢当。这位是我们商会的副会长，在下楚南征。为了日中亲善，我在苏州商会特意备下了晚宴，宴请司令官和慰问团，敬请光临。哟西，很荣幸能跟楚会长共进晚餐。在这里，我代表苏州宪兵队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你老跟着我干嘛？我怕你走错路嘛。从宪兵队到这里有几条路啊？这一条路啊。怎么走？也在走。我走错了吗？我警告你，再跟着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这是枪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哥，你误会我了，里面全是鬼子，你拿着枪进去不安全，万一鬼子发现，麻烦可就大了。我是来帮你的，你把枪藏在我那个骆驼袋里面比较安全，这样鬼子就看不到了。真的，大哥，你相信我了，我是来帮你的，真的来帮你的。把枪给我。你看这样一放不就好了吗？正好用来敲竹杠，你看打横一放，天衣无缝，鬼子也发现。兄弟，这是玩命的活，不能让你背着，对不住了。你什么地干活？干什么的？大哥，你信不信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好吃，不吃可惜了，吃一碗想两碗，看，哎，来一碗，啊！哎、走开！哎，好吃。小邱科长，这里情况怎么样？你放心，苏州城够着警探。拜托了。司令官，这边请。兄弟，司令官，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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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，
占星辰，孤独在天涯。纷飞的雨香，流淌着年华。谁看见云海盛开出土花？每一个细节染亮了泪花。我回忆是遥远，他生命如花瓣，无声无息点燃，守着一路的家园。星辰。